各位同学，大家好。这堂课我们学习第七章图像去噪声第五个知识点：小波及其他变换去噪声。这个知识点我们会讲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小波变换去噪声的原理；第二是小波变换去噪声的方法；第三，组成分等其他变换去噪声。 小波变换去噪声的基本思路就是利用小波变换把含有噪声的信号分解到多尺度当中，然后在每一尺度下把属于把属于噪声的小波系数抑制或者去除，保留并且增强属于信号的小波系数，最后呢再反变换重构出小波去噪声之后的一个信号。 我们先看一下小波变化去造成的第一种方法，叫高频系数自凝法。我们这里给出了一张示意图，这个图呢就是说，这原这个地方呢，最开始的是一幅图像，这里呢是进行进行一级小波分解，那么呢这个是二级小波分解，就是对这个干毛部分再分解一下，这个、是三级小波分解，对这个干毛部分再分解一次。 说一级小部分解的时候呢，这是次高频两个，这个是这个水平的，这个垂直的，然后还有对角的，是吧？同样的，对这个二级小部分解的话呢，这一部分不变，那么对伽马部分呢，它又分解成这个两个次高频，一个高频，是吧？依次对三级小部分解也有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去招生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一级分解的部分，把这一部分的系数等于呃置为零，也可以把单独把这个系数自为零。 也可以这三部分的系数都自为零，然后再反变换。同样的，对这个二级分解呢，我可以把这些自为零，也可以有选择的只把这里自为零，然后再反变换。这是这个小波标这个高小波变化里的高频系数自零法来消除这个噪声的一种方式。下面我们看一看高频系数自零法方法它这个去噪声的一个效果。 这里呢是那个展示的是高斯噪声的图像。那么这里呢是这个一级分解去噪声啊，这是二级分解去噪声。大家注意的啊，中间这个白色的线条啊是我们额外加上去的，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地方主要是要大家看出来这个是哪些是高频的，还是低频信号啊？这是那个分解的那个信号。现在呢，我们呢就是去噪声的方式呢，我们就把表一级这个小部分解去噪声，我把这些地方都置为零，只有这个地方保留才反变换。同样的，对这个地方呢，就二级分解呢。 我把这些地方都置为零，这个地方保留在反变换。好，这个地方呢就是一级分解重构去噪声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二级分解重构去噪声的一个结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频系数智能法这个来去噪声啊，它这个效果总体上都不是特别好。这个一级分解重构去噪声、啊，这个去噪声呢去的不是很多。这个二级分解去噪声，这个噪声呢去掉了很多，但是这个图像呢变得特别模糊了，是吧？ 所以消，这个小波的高频系数智能这个去噪声的这个这个方法呢，一般不怎么用。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波变换去噪声的第二种方法，叫小波预制法。这种方法呢是小波变换里面去噪声里面呢经常用到的。呃，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因为小波变换去噪，它是一种线性变换，对含有噪声的信号做离散小波变换之后，那么得到的这个小波系数呢，仍旧是由两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信号，当然它也不还有了包含了部分的这个噪声，它对应的小波系数。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噪声对应的小波系数。现在呢，如果这个噪声的小波系数跟信号的小波系数混杂在一块了，如果它没有到这个没有区别的话，我们也不没法把它去掉。但是呢，信号呢，信号和噪声在经小波变换之后具有不同的统计特征。有用的信号，它的能量对应的幅值较大，数目较少的小波系数，而噪声呢？ 它是对应幅值较小，但是数目呢较多的小步系数，并且分散在小步变化之后的所有系数当中。也就什么意思呢？我小步变化之后，看这个小步系数的这个幅值，幅值小的那不是噪声，幅值大的呢是这个信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设个阈值吧，是吧？把这个大的这个幅值比较大的这个小步系数保留，幅值小的小步系数把它去掉。 好，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可以用这个阈值的方式来去噪声。现在呢，我们就给一个阈值，给个阈值呢，就是高于这个阈值的保留，低于这个阈值的把它删除，或者呢是乘一个小于一的数，比如说乘一个零点五，它就把它降低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小波阈值的这个去噪声的这个原理。那么具体的小波阈值呢，它有哪些方法呢？它有两种方法，一个叫硬阈值法，一个叫,远这叫软阈值，个软阈值法。 那么硬阈值法呢，就是我给一个阈值，那么大于这个阈值的保留，小于这个阈值的把它去掉。软阈值呢是它还会按一个规则呢，就是说大于这个阈值的呢，它是保也保留保留，但是呢它会减一个值，让它往零。我这个中间这个输缩。哎，小于一个阈值的呢，也也是把它等于零了。现在我们看一下，用一个图示的方式来看一下这个硬阈值法跟软阈值法它的一个区别。 这个地方是硬阈值吧，大家可以看到，小波系数高于某个值的，当然它小波系数高于某个值，我们是它绝对值高于某个值，主要这个阈这个阈、这个、值是拉姆达，高于拉姆达的保留了，是不是？这个绝对是小于拉姆达的，这中间这一块等于零了，去掉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只是保留它，没有上，下，没有把这个向中间这个地方靠拢，这是硬阈值。那么看看软阈值啊，这个软阈值是这样的，它呢也是这个大于这个绝对值大于这个拉姆达的呢，它保留了。 但是小于拉姆达的呢，就把它等于零了。但最关键，它与硬阈值有个区别呢。你看看这个这个曲线呢，它收缩到这个 x 轴这个方向了，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个高度了，这个地方，这就是这个软阈值的这个区别。呃，这个阈值法，不管是小波这个阈值，还是我们以前讲的，或者说后面要讲到的一个这个用阈值的方法来做做某些事情，那么关键是這个阈值的选取，或者说怎么样确定这个阈值是关键。 所以对这个小波阈值法呢，就是这个 d o l l a 和这个 John s t o n 呢提出了一个 v c u shrink 这样一种阈值。这种阈值呢就是就为通用的阈值，它这样一个设计的。那么这个阈值呢是等于这个 sigma 乘一个根号啊，这个里边的这二倍这个对数，这个 n 的对数，这个这里面这个 sigma 是标准差，这个信号的标准差，这个 n 呢是对这个信号的长度。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求出这个阈值。这个阈值呢认为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阈值。 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法来这个来估算这个阈值，大家这些方法呢可以去查阅相关的文献啊，去找这些方这个看看怎么设置的。好了，现在我们看一下用这个对这个高斯噪声图像用我们刚刚讲的小波阈值法来去噪声，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这个呢是用这个硬阈值去噪声的一个结果，这个呢是用软阈值去造成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无论是这个硬阈值啊，这个软阈值，它都对这个高斯噪声呢有很好的把这个去掉了，是不是？但是呢，对于这个硬阈值和这个软阈值呢，它们这两个方法还是有差别的。差别在哪个地方呢？大家看看这个软阈值相对于硬阈值来说，这个图有什么效果啊？是不是有点像这个这个这个下雨的，这个汽车上面那个刮雨器这个刮了一下之后，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好，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小波预知法。先下面呢，我们看一看这个讲一个第三个知识点，就是、说这个主成分等其他变化去噪声方的方法。主成分变换和最小噪声分离变换呢，也可以用于去噪声。这个这一点呢，我们在变换与处理方法的时候讲到过。那么它们这两种方这两种方法呢，主要用于去这个多波段这个数据，因为主成分变换和最小噪声分分离变换都是基于多波段数据的一个变换，它去噪声的原理呢是也相同。 也就是说，通过图像变换，一把噪声呢就主要集中在后面的几个分量里面了。呃，前面的几个分量呢，主要是这个信号，所以呢，我就保留前面几个分量，后面这个有噪声的分量把它去掉，然后再反变换到空间域，这个时候就实现去噪声。下面我们用主成分变换去噪声的这个过程呢，介绍一下，那么最小噪声分离变换呢，和它比较类似。好了，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些图，那么这些图呢是 n a n o s a d 影像的这个七个波段。 七个步骤呢，我我们把它混进了这个高斯噪声，每个步骤都有高斯噪声，大家可以细看一下。好了，对这七个步骤呢做一个主成分变换，看看这个主成分是一个什么情况。这就得到了这个主成分变换的一个结果，也有七个分量，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第一分量、第二分量，前面两个分量呢，它含的信息量可能在百分之八十或者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从这个第三分量开始，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就明显有噪声了，是吧？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它是有噪声的。好了，现在呢，我就假设我是保留前面两个分量，这些地方都不要了，我就把这两个分量保留，再进行这个主成分这个反变换，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的。现在呢，就这样，我们采用前面两个主成分呢进行反变换之后呢，然后呢得到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是空间域的啊，这是每个波段，这就是去噪声的一个结果。大家可以把这个去噪声的第一波段。 和我们没有去造成的第一步对吧？大家可以把这个来回对比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看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好的，同学们，小波及其他变化去噪声这个知识点就讲到这里，下节课再见。